약간 신어젠프를 받아서 쓰고 계신 분들 굉장히 많으실 텐데 0단계부터 3단계까지 전부 다 기능이 다른데 사실 이 네 가지가 다 좋은데 그 중에서도 저는 이 0단계에 푹 빠졌습니다. 왜냐면은 0단계를 쓰고 제 피부 고민이 사라졌거든요. 이게 코어 앰플이고 근데 많은 분들이 이걸 열고 버리시더라고요. 절대 그러시면 안 되고요. 이 액티브 앰플이 너무 중요합니다. 자, 보세요. 그럼 파란 색깔 액티브 앰플이 나왔죠. 그다음 흔드세요. 너무 예쁜 블루 색깔로 바뀌었죠. 이렇게 흔드신 다음에 사용을 해주시면 되고요. 1단계를 제외한 나머지 단계들은요, 바로 사용하실 수 있습니다. 그러면 이제 터트려져 나왔으니까 얘는 이제 버려도 되겠죠? 얘는 버려도 되고, 앰플 뚜껑을 껴주셔야 되는데 이 안에가 유리관이에요. 그래서 유리관 보호를 위해서 종이관이 끼워져 있습니다. 이 종이관을 그대로 끼시면 안 되고 버리셔야 돼요. 네, 김은혜 본부장님 쌩얼도 아름답다고 감사합니다. 다 보고 있어요. 네, 이렇게 끼워주신 다음에 이렇게 사용하시면 됩니다. 최진아 국장님 같은 경우는 건성이셨죠. 건성이셔서 앱솔루트와 이브닝 케어로 케어하는 거를 말씀을 드렸는데 저 같은 경우는 중지성 피부라서 제가 어떻게 쓰고 있는지 오늘 설명을 드릴 거예요. 짠! 요 하부케 라인. 하부케 아시죠? 하이드라 브라이트닝 케어. 요 제품으로 함께 관리를 하고 있습니다. 애터미 클렌징 티슈. 많이 써보셨죠? 티슈 완전 편하죠? 완전 편해요. 기초를 바르셔도 됩니다. 그렇다고 매일매일 이렇게 쓰진 마세요. 저는 그래서 놀러 갈 때는 보통은 워터 클렌징 쓸 때도 많고 근데 워터 클렌징이 저희 솜이 굉장히 부드러워요. 천연 목화 솜이라서 워터 클렌징을 이렇게 듬뿍 바로 가면 좀 자극이 덜 하더라고요. 그래서 저는 워터 클렌징을 좀 많이 쓰는 편이에요. 그리고 오늘은 좀 약간 마사지를 하고 싶다. 그럴 때는 이제 이브닝 케어를 사용하고 제가 쓰는 방법대로 집에서 그대로 한번 발라볼게요. 저는 이 캡슐 에센스를 가장 먼저 바르는데 한 번을 바르는 게 아니라 제가 두 번을 레이어링해서 발라요. 캡슐 에센스를 발라보겠습니다. 이 안에 보이는 이 알갱이가 에센스 성분이 들어가 있는 거예요. 이게 터지면서 에센스 성분이 나오거든요. 여기 지금 하얀 알갱이가 보여요. 저는 그냥 막 발라요. 어떤 분들은 막 되게 예쁘게 바르시는데 저는 집에서도 그냥 이렇게 막 발라요. 한 번 더 바르거든요. 쌩얼 완전 대박이세요. 감사합니다. 그리고 저는 이렇게 한 번 더 레이어링해서 바릅니다. 예쁘게 바르나요? 그냥 이렇게 세수하듯이 저는 막 발라요. 네. 신화제인프를 더 구입하고 싶어지는 꿀광 쌩얼. 네. 감사합니다. 얼굴에서 빛이 나죠? 정말 대박입니다. 이렇게 제가 이제 집에서 쓰고 있는 걸 가져와 봤습니다. 여러분들에게 보여드리려고. 근데 저는요, 원래 이렇게 안 발라요. 이렇게 손에 짜서 발라요. 제가 궁금한 게 있어요. 앰플을 꼭 이렇게 얼굴에 바로 떨어뜨려야 되나요? 모르겠어요. 저는 그냥 이렇게 바릅니다. 0단계가요, 약간 수분감이 많기 때문에 좀 많이 쭉쭉쭉 흐르는 편이에요. 다른 단계보다는. 어떤가요? 어쨌든 지금은 가을이 왔으니까 여기에 조금 더 수분감을 주기 위해서 저는 크림을 발라볼게요. 이렇게 핑크빛 크림이 안에 들어있어요. 향도 너무 좋고 제가 진짜 하부케 나온 다음에 너무 좋더라고요. 가을에 더 열심히 관리해줘. 맞아요. 가을철이 정말 건조해지면서 자외선도 환절기에 피부가 많이 상해요. 여러분들이 많이 발라주셔야 됩니다. 여기에 또 기가 막힌 게 한 가지 더 있습니다. 혹시 뭔지 아시나요? 짠! 너무 예쁘죠? 스킨 부스터. 네, 이 스킨 부스터랑 같이 쓰니까 얼굴에서 광이 장난 아니더라고요. 여기 이 피부스터를 빼면은 이 뒤에 파우치하고 충전잭이 있습니다. 그래서 평소에는 이 파우치에 담아서 갖고 다니시면 될 것 같고요. 제가 그래서 이렇게 파우치에 담아와 봤어요. 짠! 저는 이렇게 들고 다니고 있습니다. 점점 진해지는 거 보이시나요? 이렇게 점점 퍼져서 나가죠.
가장작은게진동이가장약한거그다음그다음이렇게1 2 3단계까지진동이세져요이렇게꼭이렇게잡으시고켜진상태에서얼굴에갖다대면은요저절로이제시작작동이시작이됩니다제가지금블루모드1단계로한번써볼게요혹시소리가들리시나요이렇게밑에서위로그런데이렇게이부스터를쓸때너무금방먹는것같아요하시는분들있어요금방건조해질수있어요왜냐면이피부이입피기술같은경우는요세포의통로를열어서기능성을깊숙하게넣어주는제품이기때문에내가이렇게쓰다가좀뻑뻑하다건조하다하시는분들은소리가들리나봐요방송에서들리죠 떼면멈춰요근데얼굴에대면저절로작동이돼요저는이게너무편하더라고요근데많이하고있는데흡수가벌써다돼버렸다그럴때크림을덧바르시거나사실크림을덧바르시기귀찮으시잖아요그래서미스트를뿌려주시면서사용하시면좋습니다애터미에이제세가지미스트가있죠로즈레인미스트와크림미스트와뷰티워터가있는데뭐가을철이니까크림미스트사용하셔도좋고요저는개인적으로로즈레인미스트를굉장히좋아해요그래서이미세분사구조가너무좋아요이렇게바르시고또하시고편하겠죠이게흡수가될때마다주름이없다고요네애터미로관리열심히하시면주름이없어집니다보여드릴게요미백라인은어떤색깔하얀색모드로하얀색으로변경을해주시고요자그리고임플란트나보철하신분들은되도록이면피하시는게좋을것같아요이렇게미백라인1단계시너진플발랐고요그래서여러분들이미백시너진플뿐만아니라애터미의미백라인이있죠미백라인화장품들쓰실때요화이트모드로작동을해주시면될것같고요제가0단계다음으로좋아하는이탄력라인2단계도한번보여드릴게요저는이금이너무좋아요 24K 골드가녹으면서엄청나게광채가나거든요근데이게탄력모드이기때문에자아까탄력모드는몇번이라고그모어떤모드라고얘기했죠퍼플모드퍼플모드로바꿔서진동소리가또달라요여기에지금시너지앰플2단계1단계한거예요단계별로입피기능이다다르니까꼭숙지해주시고사용하시고요我们先看看短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短片？大家好，我是李英荣市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新产品是已经推出的增效安瓶，以及大家非常期待的 EP Skin Boost 美容仪，再加上大家的评价，我想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的，这个增效安瓶终于推出了。为什么我们说是增效呢？一般说增效的话呢，跟其他的产品一起使用的话，就有更大的协同效应。我们的这个产品是项目从零编码到零三编码，是按照顺序使用的产品。大家都知道，一般的安瓶这是高功能的产品，不是一般的功能，是高功能才能称作是安瓶。是四周项目，四周能够使用完。零一二三是按照皮肤的再生周期而制作的产品，这个安瓶呢，大家使用之后呢，
很多人说有点难，一打开只能如果就可以直接用的话是比较好，但是这个呢要混合在一起，然后还需要用这个输液罐等等，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稳定性和功能性以及含量。大家拿到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产品，这个盖子上面有 active 安瓶。那怎么用呢？我们把里面的小小的这个盖子打开的话呢，就可以混合在一起。那零编码呢是最基本的产品，那第一编码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现在夏天结束了，马上就要秋天到来了，就是美白功能产品。那第二个产品，第二编码是真的还有真黄金，是主要管提拉紧致弹性管理。那三边码是什么呢？是非常好看的浅紫色，是抗老化，是有关老化的所有的成分都包括在这里。一般呢我们把这个薄膜摘掉之后呢，按下按住盖子，然后呢我们使用这个输液管的话就可以了。我还是推荐大家先把这个两种安瓶混合之后呢，再换这盖子。在盖子里面含有的成分就是 active 成分，它们拥有高功能的产品，但是稳定化较低，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功能会下降。比如说我们用的是一千有效成分，但是混合之后过了6个月、8个月之后，我们注入的是1000，但是其实发挥功能的只有500。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没必要注入1000，是不是？所以使用之前建议大家把这个产品混合之后再使用，可以维持新鲜度、功能性，然后再加上稳定性。这个功能呢，就是大家使用的这时间里可以很好的发挥出来。那么第一周的产品是将皮肤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所以我们叫做零，就是将皮肤改善到零的位置，就是负的，是比较有问题的皮肤拉到这个零的位置。零使用完了之后，然后使用1、2、3就可以了，这是最标准的，是我们建议的最标准的模式。那么比如说我的皮肤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就想这样使用，没关系，是可以的，但是还是建议大家按照我们的这个顺序来先使用一下，然后呢请大家再体验一下我使用什么产品的时候我的皮肤效果比较好，然后就集中的去使用那个产品。其实呢大家不管用什么样的产品，只要是跟爱多美的产品一起用的话呢，就有协同效应。其实呢我们为了准备这个产品我们非常苦恼，因为市场上有很多的安瓶，那么如果我们开发的话呢，我们能够开发出什么样的安瓶呢，什么样的功能呢？一般我们这个净化水也不普通，而且所有的编码都包括酸酸成分，那酸酸都是非常昂贵的成分。那么按照各不同的功能，我们使用了低温提取的净化水，还有白术，然后维生素树、人参等等，每个编码都有不同的净化水。那零编码呢是管理水分和弹性的，是补水的最佳成分，大家不需要使用别的产品，大家只需要使用这个产品，那补水就可以完成了。
先注入有功能的化妆品之后，大家一定要先补水。如果不能补水的话呢，这个功能只能给皮肤造成压力，就不会发挥出其功能。在核心安瓶里，我们所含有 Baby MNF， 我们把这个 Active 安瓶混合在一起的话呢，会变成蓝色，因为这边含有孔雀石的提取物，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颜色。这是完美的补水产品。该产品呢，我们已经进行了临床测试，不是表面上看到的这种补水效果，不是表面上的临床试验，我们是测试了皮肤内部的水分含量。2.5 毫米里面的，就是皮肤层里面的补水情况，而且呢，我们临床试验结果表示是非常有效的。其实皮肤内的胶原蛋白非常重要，那么在体现胶原蛋白的时候，会不会发挥出正常的作用呢？我们已经进行了临床试验，而且都合格了，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维生素 C 安瓶。美白的最典型的成分就是维生素 C， 我们含有的不仅仅是维生素 C， 我们含有了中和维生素，这样的话呢，我可以大大的提高美白功能。我们注入了中和维生素，我们在真言系列的编码再加上20万 ppm 的维生素，综合维生素，大家混合两个安瓶之后呢，两个星期之内一定要用完，这比一般的维生素 C 安瓶更有效。这不是单纯的看了这个皮肤的颜色，而是我们测试了斑点、雀斑等等。因为我们临床试验的时候，其实管理的时候最难的是雀斑，雀斑也有效果。这黄色是什么呢？这是真黄金，是 24K 真黄金。这是第二编码产品，是有关弹性和提拉紧致的成分。混合之后呢，这边所含有的成分就叫做白藜芦醇，是抗氧化成分，是非常有名的抗氧化成分。这个成分呢，就含有在葡萄酒里面，这是极小量的，是核心成分，但是这个稳定性较低，所以在这个产品的盖子里面 ，Active 安瓶里所含有这个成分。这个成分与黄金一起加在一起，就可以将有效成分注入到皮肤真皮层内。因为这是酸酸的提拉成分，我们当然进行了临床实验，针对皱纹进行了实验。那用了一次之后呢，这个效果能维持多长时间？第三编码是抗老化成分，里面所含有的硫糖铝成分，这个硫糖铝成分也是在 Active 安瓶里面所含有的成分。这是艾诗洛特最基本的编码，我们含有高容量的硫糖铝成分。硫糖铝成分是非常有助于抗老化的成分，所有的产品当中功能最高的安瓶。这个增效安瓶大家已经都能看过，而且我们的临床试验表中，我们针对所有的角度进行了测试。比如说我想看这个雀斑是不是减少了，或者是我的这个皱纹是不是能够改善了，大家可以自己进行一下测试。我们还对真皮的密度这个数据呢很难得到，但是我们还是全方位可以管理所有的皮肤困扰。
如果大家跟这个产品一起使用的话呢，安瓶就更有效。这就是爱多美的 EP Skin Boost 美容仪。所谓的 EP 是什么呢？ EP 是 electroporation， 就是电穿孔法的意思。我们一般都知道，一般的美容仪都是大家知道的这个电离子，或者是 LED 产品，因为我们在广告可以看到 LED 产品，但是这种直流电刺激都没有这个效果。这个直流电刺激是使用离子电泳法，比如说离子是阴极，如果两个都是阴极的话呢，就可以注入到皮肤角质层内部。我们使用的电穿孔法有所不同，那什么不同呢？我们的电穿孔法呢，跟极性没有关系，一瞬间可以注入电压和电，在皮肤形成通道，然后再通过通道可以注入化妆品。大家知道什么叫频率吗？我们可以使用多种中频率。我们一般接受治疗的是低频率，但是我们使用的是多种中频率，能够有效注入有效成分。我们已经得到专利，大家理解的时候呢，这个跟一般的直流电刺激不一样，比起用手吸收更好，因为是 boost， 是可以增效的意思，能够更好的把这个化妆品的有效成分更好的注入到皮肤内部。我们的化妆品本来就很好，但是使用这个美容仪的话，能够将有效成分更好的注入到皮肤内部，跟增效安瓶使用也非常好，也可以跟别的产品一起使用。当然我们也进行了很多次测试，比起用手能够更多的吸收有效成分。如果大家更希望将自己化妆品的有效成分注入到皮肤内部的话呢，就可以使用这个产品。我们有四个模式，第一个是蓝色，是水分，不是只有这个颜色，但这个每个模式的频率不一样，每个功能的频率都可以由大家来选择。有蓝色、白色，还有紫色，都是 EP 模式。EP 模式就是电穿孔法的模式，美白和再生可以使用同样的频率。比如说化妆品有什么美白、抗老等等，就可以按照化妆品的功能来选择不同的模式。我们第一次进行测试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有这个通电的这种感觉，有一点的刺激的感觉，这不是产品的问题，也不是大家皮肤的问题。有这种感觉的话呢，可以降低一下这个强度。很多人都有些人都说啊，这个实在是太刺激感太多了，那多抹一点化妆品就可以了。但是还是有刺激感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别使用安瓶，使用那些乳状的化妆品。每个模式都有可以使用的时间，有这个模式呢可以使用2分，那个模式可以使用5分，也有第一强度、第二那个强度、第三个强度，各种不同的强度，就按照自己皮肤状态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和强度。很多人都非常期待我们的美容仪。我们提醒有一些会员提前进行了测试，很多人说第二天真的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一直在说好，这个产品很好，是不是大家不能相信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提前使用的会员给我们的评价。
我是男人，而且是三十多岁。我刚开始觉得对我来说不会有很大的效果，但是我使用了之后发现真是很棒。因为我之前我皮肤有点暗，但是我使用了第一遍嘛之后我变白了。我用了四个星期的增效安瓶，发现补水效果非常非常好。皮肤变得非常白透亮，美白效果很好，营养使用感，然后再加效果，真是很了不起。皮肤变得亮白，这个效果非常好，有很好的补水效果，然后呢还有可以改善细微的皱纹的感觉，皮肤有提拉紧皱的感觉。我用了增效安瓶之后发现好像在我的皮肤上有穿了这丝绸的衣服一样那种感觉，而且皮肤变得非常有弹性。刚开始使用的时候皮肤变得非常非常好，好像回到了高中时期。我使用了长时间之后，早上一洗脸之后，我只是抹了化妆水之后，皮肤闪闪发光，非常有水补水就是滋润的感觉。用了滋润安瓶之后，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呢就是皮肤弹性。我用了一套之后，我的皮肤变得有弹性了。我正在用第三遍嘛，之前我皮肤比较暗，但是有了很大幅的改善。一句话来解摘要一下，这是皮肤管理的最佳方案。随着使用安瓶，我的皮肤变得有滋润亮白，我不知不觉地一直在磨自己的皮肤。我现在使用第二个安瓶，刚开始我不怎么相信，因为呢我已经使用了爱多美非常好的产品安仕露特等等，都不知道能好到什么样。但是使用的第一天，我就感受到了这个产品实在是很了不起。而且我的周围的我家人都说我的皮肤变得非常好了，我不用化妆裸眼我都非常自信，化妆之后也是吸收的非常好。我使用了1、2、3遍吧，我是不是有滋润感吗？请大家不要错过，一定建议大家使用安瓶。